外圍賽，雖然以2-0落敗，不過總教練郭家明表示，球隊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奈何未能適應當地炎熱的天氣，影響了發揮，所以无可厚非的。事实上由于泰国队拥有主场之利，所以一直都是逼住港队来打的。最后泰国队亦都是顺利。